你在干嘛？我在弄脏脏。你在弄脏脏。要不要去溜滑梯？我弄脏脏。你去溜滑梯，妈妈在下面等你。你这样那个溜滑梯都脏脏了，哥哥都不能用了。你要不要去玩？你要去玩溜滑梯？不要再放了哦，会脏脏哦。那你不听话，我们就回家了。我尿。好，那你去溜滑梯。你再放哦，回家了。回家了，走，回家，回家。都是哥哥先上去的。不要拿出来外面哦。会掉下去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它会掉下去？因为这冷冷。嗯，还有冷冷。因为这个有洞洞啊，它就会从洞洞里面掉下去啊，对不对？